识货之人拣 Kitty， Kitty 拣嘢正啊！阿正好食喎，阿正好食喎，一斤砒霜啊！一斤定系一匙羹啊？仲有有两款嘅我都。嗱，今日有啲咩咧？嗱，琴日鸡皮系 OK 噶吓，我都觉得新嗰、那个旧嗰个麻麻地。嗯，今日咧呢个都我哋都系试零食嘅，而呢一只零食咧，我觉得佢系唯独是呢一只零食可以同薯片可以抗衡到啊，可以话系。吓？因为咧薯片系好大路噶嘛，多数都好多人都会拣薯片啦。咁但系唯独是呢一只嘅片咧，片类嘅零食咧，我觉得系得佢可以站得住脚，有佢一定嘅客源，有佢一定嘅拥趸。咁系诶西片还是系港产片嚟噶？嗯，料片西片嚟嘅，西片嚟嘅，系啊，系墨西哥片嚟嘅。今日试嘅系墨西哥粟米脆片。哦。喂，呢只有味嘅？唔系，因为我盐味佢喎、你想要原味即系冇通常讲开嗰啲，如果即系嗰啲脆片就系、是、系用粟米啦，是啊是啊、打咗佢之后就做一个，譬如三角形又有，圆形又有，不规则都有嘅、有啲系米黄色，有啲就枣红色，有啲系深紫色都有嘅，完全冇加调。咁但系调味调咗味之后咧，就变咗系我成日觉得就唔系最正宗嘅事情。哦，系，咁呢个都系因为零食版本啦，咁啊始终都系试翻呢一个，佢其实比较大路就系呢只芝士味咯，红色包装嗰只咧，系啊少少啦，又真系好辣嘅。因为嗱，Marco 所讲嗰个咧就系咧你喺餐厅会食到，佢冇乜调味，就可能。玩下手就係得鹽嘅啫，咁跟住就係俾你點嗰個叫做沙茶醬啊，係啊，芒嚟啊，係啊，嗰扎咁樣嘅嘢，佢其他嘢有味嘛，咁所以佢嗰塊嘢冇味。但係如果零食嘅話，佢唔可以。而家開始好矛啦，而家去好多譬如酒吧啊，或者咪呢啲咯。咁啊，你食個 nacho 底咧，係俾一啲有味嘅喺度。當然你食落去梗係有味道啦，濕濕聲啦，係咪好正？但好似。有少少好似超級市場買上嚟咁咯，係啊，就好似唔抵啊，即係個面都有 topping 嘅，都有芝士啦，係嘛，都有啲番茄粒啊。同埋你 feel 到佢啲芝士都係普通，我都好幾蚊就買到嗰啲芝士咯。係啊，嗰件事好似難。正方形芝士係咪搣出嚟？切嘢咁嗰啲。即係呢啲你喺班房裏邊偷食，覺得就梗係極品係嘛？但係餐廳佢 serve 呢啲，覺得好似唔知點咁樣。係，但係又幾好嘅，我覺得薯片咧有陣時耐唔耐食得多咧，食下呢一個咁樣嘅粟米墨西哥嘅粟米脆片係幾好嘅，因為佢嘅質感咧。俾你滿足啊！即係唔似薯片咁太薄咧。話自己話俾自己聽，好有益啊嘛！嗱，有好多纖維喺裏邊啦，粟米啊，又話有少啲油啦，因為佢呢啲片係焗噶嘛，係唔係炸噶？好似焗噶喎，係咯，好似係焗啊焗噶，係啊，所以嗰段時候佢嚟香港嘅時候，大家都話呢個係有益啲嘅，係健康啲啲嘅。不過其實如果講唔係有呢隻有味啊，原味冇味嗰啲啦。其实嗰个酱先最邪恶噶嘛 ，cream cheese 啊，番茄酱、芝士，或者有啲咸咸辣辣嘅 peanut butter sauce 啦咁样，咁变咗一跨出成级摆落嘴度，又系劲嘢。未食过，我都未食过，又系劲嘢嚟嘅。因为通常咧买呢啲咧，如果你去嗰啲英式或者美式嗰啲超级市场咧，买呢啲隔篱就系一啱啱果 jam size 嘅果酱咯，俾你自己去拣。有啲溶咗嘅芝士噶嘛，即系芝士成啱。可以倒到出嚟嘅，咁俾你喺个烹度揾啲热水助兴佢，就可以跌落去就呢个 nacho and cheese 啦。哦，因为我如果唔系你就要用个芝士磨到去溶晒，跟住去整。再煲，有啲系液态嘅芝士嚟嘅，系啦，将一个系啦咁样。哦，正啊，系啊。好，今日呢一个系普通辣。呢個係芝士味咯，最 common 嗰一隻嘅零食版咁樣咯。係，見佢好多辣粉啊，橙色啊。唔係好辣嘅啫，呢啲都係一食就停唔到嗰啲味嚟㗎啦，鹹鹹辣辣甜甜啦，係聞亦都好香嘅，係係啦，聞到嗰陣味係好濃嘅，嗯，好，而家試下先呢個，哦，因為我攞嗰塊咧，啱啱佢有個轉個角位凹位接咗啊，包含曬鹹辣味精，哇，大滿足係咪？大滿足，味精大滿足，佢鹹啊，佢家底醃手都攞嚟啊！夹住晒，好劲啊！跑完个十 K 翻嚟俾你啊！佢嗰啲坑位咧，完全系食晒嗰啲味粉咧。系 ，OK 喎，呢个因为其实呢一个已经好好食噶啦嘛。系，系啊，呢个系不败嘅，不败，不死亦都系嘛，买唔会买错咯呢个。嗯，个味粉系偏咸嘅，但系冇办法预咗。但系佢个粟米片嗰个粟米香味咧系浓郁，系中意嘅。同埋头先大家都听到嗰个脆嗰个声啦。系。系我佢噶，呢个呢一只片咧，香港真系冇港产片啊！嗯，香港都始终冇做到呢一只嘅粟米片，系喎，薯片就多咯，系嘛？薯片就有香港有港产薯片啦，系嘛？但系呢啲片就虾片有啦，呢个都系美国嘅居多，系美国呢个，或者英国有一间即系而家卖英国零食嗰间都有出嘅，系啦。
咁本身係啲墨西哥嘢嚟嘅，美洲嘢嚟嘅，出咗美國啦，係啦。其實佢大量生產係美國先嘅，係啦，即係佢其實紅起嘅地方係應該係美國先，但係後屘就傳下傳下就變到係大家以為佢係墨西哥嘢咯。係咩？因為本身佢其實係一個美國人做㗎。是啊，美国的太太做的。但是他那时他在一间做墨西哥嘢食的工厂和一些的粟米加工厂那里就发明了出来。哦、然后传下传下就大家觉得变成墨西哥嘢食啦这样。哦、所以现在普遍都当他是墨西哥嘢食咯，美国墨西哥。我第一次接触他呢就是在吃墨西哥餐厅里面就是在美国的境内吃墨西哥餐，因为朋友会带你去吃的嘛。那就吃即跟那些蓉呢就是仙人掌蓉咯。哦是啊，仙人掌啊。用仙人掌是有、啊、那些酱啊。咩味的咩味的，其实佢都捞咗其他嘢，有柠檬汁啊，有檸檬汁，有柠檬汁啊，有其他嗰啲洋葱啊，你食唔到吓仙人掌，即系要嗰个 texture 嘅啫。佢话系仙人掌咯，总之系有仙人掌嘅酱咁样，可以点落呢一度食嘅。咁咬落去似咩嘅？即系似嗰啲牛油果咁样。系啦，牛油果酱都系嗰啲感觉嚟嘅啫。佢应该清秀啲噶嘛？牛油果就系浓郁啲啦，浓啲咯，系。唔系啊，但系都似，因为其实佢都加咗沙律酱。仙人掌劈开咗里边咧，好似啲芦荟咁样噶嘛，即系透明晶莹咁样噶。嗯，水分好多咁样。系啊，系啊。咁我又唔知佢点样搞到佢一劈嘢，因为佢应该系加咗沙律酱落去嘅。哦，所以系啊，系啊，所以嗰劈嘢系结身嘅都。哦，正啊，好，呢个 OK 啊，系啦，嗱呢啲咁样嘅墨西哥脆片，多数即系我哋都会觉得佢系重味啲啦，即系都系夹啲重味啲嘅嘢，所以咧新嘢咧你要朗一朗口先嘅。系啊，因为新嘢咧，佢系嚟自日本出嘅，日本出嘅口味啦，而且系非常之清淡嘅。今日嘅新货系腐皮乌冬味墨西哥粟米脆片，腐皮乌冬味啊！嘅呢個墨西哥粟米脆片，你聽到腐皮烏冬已經覺得淡口啦。係啊，同埋我平時食烏冬係但腐皮好似好慘喎。食烏冬但腐皮係咩情況呢？又係窮遊嘅時候啦。哦，因為真係最基本最平，你肉都冇啊嘛。咁嗰塊腐皮或者嗰個魚蛋卷咧，就係喺側跟綁住你咧，係最平嗰樣嘢嚟嘅。但係我有朋友好中意食嗰塊腐皮。哦，可能係唔同地方，京都啲腐皮好貴嘅嘛，啲豆腐全部。哦，嗰只腐皮。如果京都嘅豆腐料理係咪真係貴到癲㗎嘛？咁但係我都偏向都唔中意食，又油啦，同埋甜甜地啊，我覺得怪怪地嘅。而呢一個就係用咗腐皮烏冬味，點解佢會出呢？其實就係兩個品牌合作嘅，就係嗰個出烏冬嘅公司啦，同埋呢一個嘅零食品牌啊。咁呢一個烏冬咧就面世40周年，咁啊整咗個特別版，就將呢個腐皮烏冬味就放咗落去呢個墨西哥脆片度啦。我成日用，如果腐皮烏冬味就係嗰啲浸過腐皮嘅湯。系，其实佢系嘅，佢啲调味系咁样嘅，应该系嗰个味道，即系有少少都系煎鱼、啊。系啦，佢有煎鱼粉、洋葱粉、大葱嗰啲咁样咯。喂，日式做粟米咧，通常粟米条喎。哦，比較少做粟米片啊嘛，日式嘅零食都有粟米嘅，不過粟米波波啊，粟米粒粒就好少，相對地少啲粟米片啦。喂，但係咧嗱，先係賣相先啦，佢唔係三角形嘅，佢就係一個長方形嘅。咁啊，睇到佢有啲一點點一點點咧，好似豬皮咧。只豬咧剃唔乾淨啲毛咧，烤窿嗰啲烤窿咗啲豬皮，啲毛啊，燒用嗰個火槍辣咗豬皮係嘛？係啦，咁感覺燒嗰個燒肉之前就鹹咗嗰啲豬毛。係啦，佢一點點嗰啲豬毛一格格咁樣深色咗啦，窿咗嗰啲點點。但係佢咁樣睇落去咧，我覺得係似啲 grill mark 啊。即係似啲窿咗，落係啦，辣窿咗煎牛排個 grill mark 啊，係啊，咁好似睇落好似又。好似勁抽啲喎，我覺得感覺。其實咧，我想講，哇！你使唔使個樣做咩 ？Enjoy 喎，你眯埋眼。因為咧，我頭先十五秒講仲眯埋眼，佢索緊嗰塊。因為咧，嘗試臨望咧去聞咧，想乜嘢？因為眯埋眼去聞咧，佢真係好香啊！係，點啊，味王？佢咧有棵櫻花樹喺頭頂飆出嚟，好正啊！佢係甜甜地，跟住又係煎魚湯嘅味道，係。跟住仲有咸咸地，但系衰就衰在佢唔热啦。如果呢个热咧，因为嗰个咧，如果腐皮会同你，其实你睇到噶 Marco， 你咁大力动，系啊，佢阴阴痒痒，仲眼度，仲插佢眼，如果佢有扮整住，整下小儿只眼，佢热辣辣嘅话咧，就真系似一碗咧热辣辣嘅一个腐皮乌冬摆喺你面前，俾你闻到嗰下嗰味道。嗱，到你试下啦，咁犀利，其实呢块嘢睇睇下都似腐皮啦，系都似，都似。唔系，我阿大姐想俾我闻。咁我就自己攞塊，點解？因為佢手啲 hand cream 好香噶，佢自己聞到，佢自己聞唔到。我成日咧，佢俾我聞，我淨聞到個 hand cream， 所以我自己揸住會聞得真啲。眯埋眼，你好似我咁啊，試下。一巴打咗落去，一巴打咗落去，又會咁熱心。我想講。
気持ちです。你闻闻到嗰个香啊？気持ち。哦，我闻到煎鱼，煎鱼水即系其实系嗰、那个好似平时饮开少少嗰啲面豉汤咧，乌冬汤，乌冬汤系煎煎煎鱼水，清嘅，嗯，渗少少葱花喺面嗰、那个。哇，有嗰个画面喎、啊，直头系咧，我净话噶啦，又嚟又嚟，我净觉得而家系又打佢。坐在大哥的身边啊！我觉得而家我在日本啊！哦，啊，すごい！哇，真的好香啊！嗯，要闻埋去闻啦，即系嗰个似煎鱼碎嗰、那个或者荞麦面嗰个汤嗰、嗯那个味道。嗯，乌冬我都话人哋系闻闻到，系啊，再估到机会。哎，我意思，我闻唔到佢嘅，因为同佢。大哥同我哋熟啲，因为基嗰阵味我哋比较陌生啲。大哥嗰阵味我哋熟悉少少，乌冬味，嗯，好舒服啊！嗰、那个味系好舒服噶，嗯，即系其实两位闻都闻五分钟，中意食味啊，系啊，好鬼鬼咁样咧，斋闻可以俾钱可以，呢个系好味噶吓，好，等我试下，嗯，闻啊真系满分噶啦，但系食嘅时候会点咧？喂，偷冇食。大姐咪食翻条食咗，忍唔住。佢讲几耐啊，大佬啊，都冇理由偷步啊，老细。我咧话，指咧嗰啲面咧，将块薯片摆喺只狗个鼻上面啦。系啊，只狗就啪咁样 hold 住啊嘛，忍住。嗯，好好食啊！好夸噶，佢呢个嘢，佢就系啊，等我十六岁佢就搵出嚟啊。系啊，哇！佢好咸嘅，但嗱个手指尾圆啦，佢个少女怀春兰花手指尾夹出嚟啊，兰花勾呢、這个系啊，怀春兰花勾，系啊，哎呀，哇，好好食啊！我想搵杯滚水浸一浸佢咧，会唔会变咗个汤啊？嗯，跟住呢块嘢就好似腐皮咁样淋淋晒，哇哇，满意啊！嗰、那个味咧，嗯，好足啊，系啊，好足，同埋佢最正咧，佢唔系好辣。亦都唔係好鹹，點解會有辣呢你又覺得？哦，唔係，你零食通常有啲刺激噶嘛。嗯。哦、sorry， 應該冇辣啦。如果呢、這個呢、這個湯啊，即係佢啲味道唔係好搶啊，唔係誇張嘅刺激嘅味道。係。點解變咗其實好淡淡然，得、嗯、嚟又好足料嘅感覺。你零食嘅時候容易又衝咗鹹味啊、甜啊、少少香辣啦、啊、咁。同埋嗰啲蒜頭咧，估唔到啊嘛。但係呢一個我頭頭咧就覺得嗯，但係有樣嘢就係佢嘅味粉太出嘅關係咧，佢就冇咗粟米片味。但係唔係我當我想咁樣講嘅時候咧，佢咁揞住我把口啊。食到臨尾咧，我哋吞曬落肚啦，屎及留香，剩翻咧就係、是、嗰個粟米片味啦。佢粟米片係配角嚟嘅，係係。佢真正真係係個腐皮烏冬嗰個湯嗰個味道。我覺得有層次啊！開頭食到個嗰、那個烏冬嘅湯味，嗯，跟住到你 dip 完啲味粉走咗啦，跟住嗰個粟米片嘅味道出翻嚟啦。係啊，而最重要真係聞又得，睇又得，聽食又得，聽到啦。好高味喎、啊、呢、這個，好好味、啊。你睇我對你幾好，大姐真係，我都話我對你好好啊。食咗十斤砒霜之後，終於有一餐。唔係十斤砒霜，係全人食落嘅，係收費食落嘅。哦，成個飛行美術就換咗你呢一張。冇錯啦 ，business class。冇錯，食咗兩粒燒賣噶。哎呀，喂 ，OK 喎，好得啊呢個，好得。但其實佢算唔算淡咧？唔算淡嘅，唔淡唔淡，個味道鹹噶，其實偏鹹噶。但係我又覺得零食嚟講，佢嗰個鹹係預咗，將嗰樣嘢放大咗。係啊，預咗。好嗱，舊嘢咧，即係一樣份量都係65g嘅話咧，就係賣緊10.9啦。十個九。65g即係平時一包嗰啲。係啊，大少少嘅，大曬啦，即係大嘅薯片咁樣咯，正常薯片。A4 紙咁大。差唔多，差唔多细少少，细少少，嗰只即系便利店买到嗰只 size 嘅薯片仔啦，10.9呢一个旧嘢，10.09系啦，新嘢你觉得值几钱呢？我俾 double 都得，我肯啊，因为我预咗嗱，首先真系日本零食亦都预咗系会咁贵嘅，咁但系同埋佢系，我觉得呢个味系直头系俾我哋充满好多幻想啊，咁、跟住又唔会过分、啊，系佢恰到好处好多嘢，10.9我俾你回到16岁嘅感觉系咪？系啦，怀春系嗰个叫声都系啊，20蚊我俾佢。哇，寻日又唔好喎、啊，寻日即系有嗰、那个，寻日唔得，未去到，寻日未去到，佢始终同真正嗰个鸡皮都仲系争啲，但系佢呢一个佢真系俾我觉得真系会饮咗嗰碗汤嗰、个味道啊，同埋一食完咧个口都唔系太咸啊，系啊，好少嘅零食食完个嘴会。即系冇味，有啲零食食完冇味，你会觉得唔够过瘾啊！嗱，呢个都即系足以令你觉得开心。呢、這个直头我就想手指都摁脚都食到去，呢个好，但系真系好少摁脚嘅，唔系我成日摁脚嘅，撩牙。20蚊，哇，好劲啊！我肯俾，我肯俾，好，我嚟，大
嗌你九個一啊，係咪九個一？九個一係啊，我齊頭二十。如果要真係要 double 嘅嘛，二十一個八。我得播啊！今日新嘢好抵食啦！哇，劲啊！系啊，而家呢一个咧都系65g 咧，系卖紧14.5嘅。哇，真系好抵啊！好抵啊！跟住佢通常一收咗麦之后，帮我买三包翻嚟。今次10包唔该，今次十包啦。唔系咁容易揾到，因为虽然佢而家喺便利店就独家发售咁样啦。我就唔系间间见到嘅，咁啱我喺中环嗰间行开先至见到。呢个真系几好啊，唔错。佢即系估佢唔到用呢个汤去做一个零食啊嘛。系，同埋头先谂住腐皮。烏冬、茶某啦，係啦，咩茶某啊，有味嗰啲咧。但係啊，估唔到又好食。好嘢，好咁我每一次我都要同自己講：阿鄭好錫我，阿鄭好錫我。咁啊，日日都會有好嘢食啊！午夠後仲想聽祖霸王，快啲上881903.com聽翻節目重温。祖霸王。